Hey, 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哇，好期待我们的红色甜甜圈呀！你期待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剥开它，看看留下来好不好看？来，二一，哇，直接就下去了，好好看呀！我都没有弄过纯红色的大爆浆呢。来，我们切开尝一尝，好不好吃？我给我自己准备了一副刀，一副叉，我不知道用哪个手用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我比较舒服。看，哇，全是这个奶油，我们切一块蛋糕尝尝好不好吃。哇，好好吃啊，再来一口。哇，我都没有吃过这么红的大甜甜圈，怎么办？我要吃多了，我儿子没得了。给他剩一半，我吃一半。哇哦！看，这也太美味了吧！关注我哦。